以前的巴洛令是从人工的，这次我们是在传统技术上有加了一些电力的，自动化的东西，而且节省时间。这艘船呢，就是供在我们的海边，我们这边的渔港里面，也可以在海上航行，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来沿街来体验我们祖先以前怎么智慧的水利河床、浮船如何制造、流程、构成，然后整个体现出来。还有一个我们的浮船博物馆，也是蛮有想办法把它建设起来。